好朋友，找咱俩研究带货的事，你别给我丢人哦。哦，来晚喽，走吧。哎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回去我准备点吃的。来，我你干啥呢？我自己带点吃的。你没吃过饭呢？啊？呢？臭宝螺蛳粉你没吃过？你看这腐竹比手掌还大，整整两大片，一口爆汁。还有这大块配菜，再来上一口爆浓爆辣爆鲜汤汁。一碗足。确实挺好吃哦，是吧？还行还行。是我这段时间一直参加，一直在做的。主要是他卖的特别。他鞋带开了。没事。嗯，没事没事。干嘛啥的？我最近啊，也是在我们这家的。